听姐姐的普通话就可以想象到当年剧组人员的克制力有多好了。没让你特别头疼的演员，拍到一半说我为什么要请他来，看到分就是我拍戏有一个，我一定听他们说词的，我觉得那个表演啊，他要把词儿说对了，对吧？他基本上戏就在这一半了。他说那个词儿我也不认得，我也听不懂啊。臣妾要告发西魏被私通，不可以随口吃黄，不能撒娇啊。我想你只会了解些有孕之心，可曾记得臣妾跟孩子啊？一休如何能与纯元相提并论？